这么多碗没洗，给妈妈个惊喜。宝贝儿没事吧？妈妈，我只是……厨房是你玩的地方吗？出去。我只是想帮帮忙而已。暴饮暴食的孩子，就你了。小天使有反应了。是魔王在作怪，赶快去找李时珍爷爷帮忙。好，跳！玻璃兵，百草仙金。爷爷，爷爷不好了，魔王又开始捣乱了。知道了。魔王借助小红拉肚子吸收黑暗能量，我有办法对付他，只是缺少一味山楂精华。山楂？没错，山楂属于落叶乔木，它的果实可生吃或做果脯果膏，干制后可入药，能够缓解痢疾。你们需要找到山楂仔，获取山楂精华来完成配伍。知道了。咦，爷爷，美生呢？他没和你一起。错了错了。哎呦，我帅气的脸！波灵灵，出发啦，美生。禁止魔。在，大王。都什么时候了，还有心思玩？衍生他们又出发了，还不去阻止？大王，可我不是他们的对手啊。他可以帮你大获全胜。就块破石头？他可不是块破石头，他是奋斗之石。我的城堡！你越愤怒，愤怒石的威力就越大。大王，我一定完成任务。下面有请我们最伟大的魔术师山楂仔上台表演。真没劲，一个观众都没有。哎呦！你们太幸运了。能够看到最伟大的魔术表演。你是山楂仔吧？是的，最伟大的魔术师就是我，我就是山楂仔。太好了，我们魔术表演现在开始。走，变身！哇，刺激！嘿嘿，最伟大的魔术师可不止这些，瞧好了。哇，太美了！好美呀！嘿嘿，我的魔法厉害吧？糟糕，精华液滑落！山楂仔，魔王在吸收黑暗能量，我们需要你的山楂精华。没问题，只不过刚刚的魔法把精华耗尽了，要再等等。波灵灵，这可怎么办？你怎么可以这样浪费精华？怎么能说浪费啊？那是为了给你们变魔术啊！早知道这样，谁还要看你的破魔术？破魔术？你说我的魔术是破魔术？你们太过分了！不要命，不要命。疼死了，疼死了。
差点忘了，不能开心，要愤怒。本大王现在就把你们一网打尽。太过分了，竟然说我的魔术是破魔术。要不是这些魔术，现在早就打败魔王了。哼，诋毁我的魔术，别想让我帮助你打败魔王。太不把本大王放在眼里了，给你们点颜色瞧瞧。影子魔，你又来捣乱。正是本大王。小心呀。还能再笨点吗？打自己。接招吧。愤怒石呢？我的愤怒石呢？我的愤怒石。山楂仔，你怎么了？山楂仔，我们是一起的。这个人类男孩，他就知道说你坏话。你胡说。你忘了，他还说你的魔术是破魔术。居然说我的魔术是破魔术。山楂仔，你听我说。糟糕，山楂仔被魔化了。山楂仔，就给那个伤害你的人吧。干得好，山楂仔。已经魔化了，听不到你的话。都怪我，不应该和他吵的。快跑！别，会伤着他的。不要！我愤怒石又回来了。山楂仔，变身。是你救了我，你是我的朋友，我当然要救你。之前都是禁世魔从中挑拨。禁世魔？现在知道已经太晚了。哇，我的法力恢复了。看我的魔术！什么情况？草本仔，就是现在！百草金黄，为我所用！孤零零，草本精灵出击！变身，对不起，都是我惹的祸。是我不对，冲你发脾气。急死我了，你们两个，魔王可还在吸收黑暗能量呢。先对付魔王，开始吧。药师同源，健康之源。孤零零，天人合一。哈哈哈哈，终于要成功了。魔呀，不失败了吗？禁世魔。是暴饮暴食引起的泻痢腹痛，以后可要注意饮食习惯了。妈妈，妈妈都知道了，你是想帮妈妈，是妈妈错怪你了。静静，你感冒咳嗽刚好，要多注意休息。好的，妈妈。这是爸爸给我买的新玩具，可好玩了。哈哈，
嗦刚恢复，还不好好休息的孩子，就你了。哇！玻璃钉！不好，魔王的气息又出现了。他身上出现了魔王的身影。我们需要李时珍爷爷的帮助。嗯。哎，跳！嘿，玻璃钉，百草仙境。这里怎么会有仙人掌啊？孩子贪玩不好好休息，导致反复咳嗽，结果被魔王利用。啊，李时珍爷爷真是料事如神呐！我们要怎么来阻止魔王呢？要对付魔王，我的配伍法阵里还需要一味百合精华。百合精华？百合花为多年生草本植物，喜欢生活在凉爽的环境中。它药用能够养阴润肺，来一碗香甜可口的百合蒸，更是能化痰止咳、消肺热。那我们去哪里找百合花呢？彩虹谷。哇，听上去就是一个很美的地方。当然了，快去找到它吧。哎，可恶，又想坏我的好事，金世伯。大王，去彩虹谷阻止他们。可我……放心，这次我会给你输入强大的魔力。去吧。我已经使你具有了幻象功能，他们是永远也抓不住你的。哎呀，我帅气的脸，我的妈呀！哇，好好玩，我也要玩。怎么回事？百合，你们猜对了，我就是百合。呀，不好，是火焰花。什么情况？哇，好险啊！哇，好好玩！百合，我们需要你的百合精华。好啊，抓到我就给你精华。等等啊，百合，我们需要你的帮助。爱玩的百合，看我怎么收拾你们。扎到了，现在可以帮助我们了吧？还没玩够，要玩很多很多游戏。来啊。哎呦！
我赢了，接下来我们玩什么？百合，你骗人了，刚刚还说我们陪你玩游戏就把精华给我们的。游戏还没玩完。这回看你还不中。这是什么？嘿嘿，这回终于被我打中了吧。啊，近视魔。哎，怎么会有三个？看我的。哎，哎呀，你们在干嘛呀？这是重影。没错，现在知道我的厉害了吧。草根仔怎么办？哪个才是真的近视魔？明明就一个近视魔啊。白河刚才没被击中。百合小心。打不着打不着。好样的百合。再来啊，准备炸了吗？百合要玩重影游戏吗？很好玩的。好啊，我要玩。不要，这是陷阱。别动。太酷了，我的眼睛也有重影了。完了完了。见过笨的没见过那么笨的。你看我抓住你，百合小心！哎呀，百合！哎呀，不玩了不玩了，一点都不好玩，快把我变回来！这可由不得你。原来你不是和我玩游戏。谁有那功夫？快把百合精华交出来！可恶，居然骗我，休想抓住我！好厉害，百合居然能躲过近视魔的攻击。他身上有股烤糊了的味儿，一闻就知道。可恶，原来是这样，我有办法了。百合，我们玩一个有趣的游戏，谁能找到近视魔算谁赢。这游戏有意思，我喜欢。你们休想抓住我。百合，找到他。啊，有了。左边的是近视魔。隐声。好嘞，百草金华为我左右。草本精灵出击。可恶，怎么又失败了？百合，真是多亏你了，才能抓到近视魔，你真棒。真不好意思，前面都是因为我太贪玩了，差点害了大家。波灵灵，没关系的，那么现在可以给我们百合精华了吧？没问题。那让我们马上配舞阻止魔王。药食同源，健康之源。波灵灵，天元合一。怪物！打到我！打到我！可恶，居然找到这里来了！绝对不能让你破坏大王的计划。延伸看招，近视魔，你干嘛？是大王，大王，近视魔，你们这个笨蛋！啊，就是伤风感冒，最近要注意，千万别再让孩子着凉了。知道了，彭院长。